大家晚上好，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，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，我们眼皮慢慢地垂下来。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，那么轻松、舒服，没有用力压眼中或者眼皮，轻松地闭起来。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。现在我们都没有用肉眼来看任何画面，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。我们今天开始静坐之前，我们先来复习法上师父龙婆的密持有所教导的静坐要点，总共有四个，就是：sati、samadhi、持续跟观察。สติคือจิตใจจงเนียนสบายเบาหันและช่วยสาวสันกับอิสุใจหลีเบียนอยู่ชิงทรงสูฟูอยู่มั่นมั่นหลายหายอยู่เจียนเจียนตันตันแต่อิสุจะเลียงเกิดจะซื้อสติเป็นสบายเย้าผิงหัง如果สติ过多，我们可能就感到紧绷、不舒服。但是如果สบาย过多的话，我们也会容易昏沉，容易打瞌睡。当我们能够让这个สติ跟สบาย平衡之后，我们就要让它持续下去，常常做，每一天都做，每一天都练习。最后一个就是观察。当我们静坐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就先来观察看看。今天我们静坐的经验是怎么样？如果我们静坐的经验，我们感到很满意的话，我们就先观察原因，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来静坐之前先做了什么事情？有喝饮料，有洗澡，有去看风景等等。我们先观察一下。如果哪一天我们做的经验不是很理想，我们也需要观察。为什么今天静坐的感觉好像？有重重紧紧的感觉，我们也观察。当我们能够找出原因，这些都会对我们静坐下一场静坐的时候有帮助。那么，当我们知道，四个要点是很重要。接着我们就慢慢来，开始静坐。
从สบาย开始。สบาย又包含了身体สบาย跟心理สบาย。身体สบาย，我们先以自己感觉轻松、舒服的坐着来打坐。单盘、散盘，或者坐椅子也都可以。不一定要100%的สบาย，我们只要感觉满意，感觉这样做是可以做得久，不容易酸臂麻痛，这样就可以。我们也没有担心我现在坐的坐姿是不是标准，是不是庄严，我们都不用管。现在先以轻松สบาย为主，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，从头顶到脚底，哪里紧绷，哪里不舒服，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，把它放轻松。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，额头放松，眉头也跟着放轻松，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，鼻子、嘴巴、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。颈部、两侧肩膀、手臂、手腕、手掌，直到我们食指、手指头，都完全放轻松。胸部、腹部、背部，尤其是我们的背部，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，没有太直，也没有太松。太直的话，就会让我们感到紧绷，不舒服，但是如果太松的话，也会让我们容易昏沉，容易打瞌睡，所以我们调得刚刚好。腰部也放松，两只脚、大腿、小腿，直到我们食指、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。现在我们的手怎么放，脚怎么摆，也都无所谓，都没有关系。现在我们先以轻松
สบายไว้จู我们好无紧张，好无用力。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正在穿着柔软的衣服一般。然后我们来深呼吸两三下，增加我们轻松。舒服感，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。再一次最深。最深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。当我们吸气的时候，我们身体的上半身就会稍微膨胀。气的终点是直接到我们腹部。的中央那里，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内在的紧张、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。我们再一次最深。最深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。现在我们的体内只剩下细细腻腻的感觉而已。然后我们再试着想一想，现在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正在坐在宇宙的中央那里。宇宙是很广大，是无际无边的。我们坐在这里，感觉很自在，感觉很失败。现在没有什么要去担心，没有什么要去挂碍了。我们抛开一切，放下所有。静定无他，让身心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那里，哪里感觉舒服，我们就先把心。安放在那个地方，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坐。当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好像正在枕着柔软的枕头一般。我们很想把心。一直宁静，并在这里，感觉很舒服，好像我们正在享受来自宁静的快乐。心越静越定，舒服感越来越增加。自在的感觉也会慢慢的扩展、扩大。
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。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。
请说，说佛。接着，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。我们只要清醒的动念我们的心，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展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再扩展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。再扩大到全世界，整个宇宙，无数无量的宇宙，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，每个众生正在受苦，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，每个众生正在快乐，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。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，如同宝一样。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、灾难、疫情都早日消失。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，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，有清净的身口意，众生行善，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。也愿我们得救善友。没有交任何损友，远离一切恶人。愿我们色身财、钱财、能力财圆满，方便修功德波罗蜜。也愿我们身体健康、长寿、智慧增长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，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，每一尊辟支佛，每一尊罗汉，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、有龙婆祖师、龙婆怎么是有法身师父、长老奶奶等等恩师，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，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。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。สัพเพพุทธาภะร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ัญจะยังพลังอะระหันตานันต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ักขังพันธามิสัพพะโสสัพพะพุทธ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ะธัมม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สังฆ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ทธาโสทีภะวันตุเต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，互相随喜功德，三途。我们功德一法会的期间，就到这个月底呀、所以龙屁，从这个礼拜天开始，我们台湾这边总共3个中心，诶，大家有看到龙屁的画面吗？没有看到哈、龙屁安，龙屁安。
没有看到龙皮的画面。这样可以吗？有看到吗？OK，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从这个礼拜啊，这个礼拜天就是我们高雄法善寺还有台中法善寺，就同一天举办功德一法会，然后下个礼拜就是桃园法善寺的功德一法会，然后下个礼拜就是台北法善寺的功德一法会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说，为什么台中跟高雄要同一天举办？因为时间的限制啊，大家这今年呢能够举办功德一法会，只能在这个月底而已所以才要同只有剩下3个礼拜天，但是我们这边有4个分院。所以要有2个中心是同一天举办的。像之前呢，我们某一位居士啊，每一年之前我们有3个中心呢，他们3个中心都会跑。这个礼拜去台中、桃园还有台北，他们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去修这个功德一法会的功德。不过今年比较特别，没办法一个人跑所有的中心，因为是同一天举办的，那怎么办？就有一对夫妻他就想说，我不要错过这个修功德一功德的机会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安排了，女方是到台中法善寺那里修功德一法会的功德，然后男方就到高雄那里去修功德，修完了功德回家互相随喜功德哦，真好，这个办法很好，大家，我毕竟也替他们法喜所以这个月是修大功德的时间，我毕竟这个礼拜天也会下去高雄那里。去帮忙他们，跟他们结善缘。好，今天我们来，听这个《德米亚本生故事》，今天是第21集。菩萨就跟司机说出家是一条大道，能让我们脱离恶业。我已经获得修梵行的机会了，我出家后将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就是跟司机说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在森林这里过生活会很危险，不用担心，不会的。苏嫩陀司机经过一番思考后，终于明白王子话中的含义，同时心中也升起强烈的信仰。现在开始起信仰心了。王子不攀援王位的财富，忍受痛苦了16年，只是为了能离开皇宫去修行。他不管受到怎样的苦，也不肯放弃原先出家的目的，而我自己何必要执着？生命无常，倒不如今天就跟着王者出家吧。我本来要拉这个王者回皇宫了，现在变成自己也想跟着王者出家了。这样决定后，就禀报说：“王子，请您当我的依靠，让我能跟随您出家吧。”如果是大家的话，你们让不让这个司机出家？
菩萨听到后虽然很欢喜，但是却认为，如果现在答应让他出家的话，会怎样？别人就会以为地迷王子和素嫩陀斯基都失踪了，也许又被夜叉吃掉了。如果没有人把我出家的消息告诉国王和皇后，他们将继续陷于伤心之中。我这次的出家就无法获得大利益。我应该把自己出家的消息宣布给大家，当他们获知消息后，就会很高兴地到森林里来，这样方便我开示，使他们容易证得善法。菩萨不只是关心自己出家这件事情，也会关心大家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这个利益，就是佛法的利益。他会分享佛法给他们听。王子就劝阻他说：“素嫩陀斯基，现在还不适合你出家的，你应该要先把车子开回去，还给国家，以免亏欠国家，并且你也必须回去向国王和皇后禀报有关我的事情。然后，若你还想跟着我出家，再回来，也希望。王子也希望当其他人的善知识。素嫩陀斯基听王子说后，开始有一点担心。如果国王跟皇后知道真相后，一定会来见王子，所以带他们到来也会变成他自己的责任呐。如果国王到来，能够见到王子，我就会获得奖赏。我司机，能够让父亲跟儿子见面，这是好事，应该要给他一点奖赏。但是，如果没有看到的话，怎么样？他一定会下令，国王一定会下令惩罚这个司机呀，你是不是骗我吗？所以呢，我要先请王子答应我，不要离开这里，不要到其他地方去不然的话呢，回到这里没有看到王子，可能会被砍头啊，这个很危险。这样想之后，就向王子禀报说：“王子，请你答应我的请求好吗？我愿意遵从王子的建议，但是王子一定要留在这里哦，一定要留在这里哦，不然的话，我的头就不能留在脖子这里了。直到我带国王和皇后来到这里之后，你才能离开呀。这样做就算是最高尚的慈悲了。”他讲的也蛮有道理啊。不过，菩萨答不答应他，可能要等明天我们再继续听啊。今晚呢，祝福大家，祝大家身心愉快，生命光明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。祝福大家，晚安，我们明晚见。